爸妈，你等下。今年较早回来哦。是讲较早来陪恁啊。哦，妈，这是我甲你讲的阿勇菜，最好食的哦。哦，是哦。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年夜饭不只是一年365天，其中一天的晚餐，更是家人平安团圆最重要的一顿饭。今年同款保庇，保庇红贵家伙啊！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、麻烦啊！从小到大，只要一到过年，就会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爸爸指定的佛跳墙，弟弟最爱的鱼翅羹，妈妈最拿手的风肉，还有我最期待的米糕。用菜肴连接彼此的情感。大家来吃饭啊！在新的一年里，用丰盛且暖心的料理慰劳家人的辛劳。妈，你今年穿啊这澎湃，看起来足轻松啊呢。因为中破西斗三工啊。中破西，什么中破西啊？来来来，跟吃来。今年就用阿龙西又好时代。